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又到了，大一明星新生吴磊却并未到校报道，而是选择为其主演的剧集《斗破苍穹》宣传造势。三十弟弟吴磊一身潮装，相当的帅气。当天，吴磊心情似乎相当不错，自制棉花糖投篮玩得不亦乐乎。吴磊，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动漫，叫做《灌篮高手》？一个球都没进，这技术也是没谁了。你们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了，知道吗？再不进球也着实说不过去了。话说回来，大家这么宠吴磊，可见吴磊是剧集《斗破苍穹》剧组的团宠了。团宠在，怎么少得了欢乐？发布会当天恰好是于荣光的生日，吴磊戏精上身，一个人在现场演起来，瞬间逗乐全场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非常好。《斗破苍穹》我们经历了很多，我们的张铁编剧，我们的于婉泉，我们整个的制作团队，包括我们今天的演员在这儿一起来共同的好感人真的特别高兴。这么调皮也是没谁了。当调皮爱搞怪的吴磊遇到李沁，瞬间就败下阵来。然后这是我家香狗，这是我们俩的人物关系。是的，虽然不管他认不认，还是勉强还是怎么，在我心中就是这样子认定的。对，我们俩其实是互相治愈的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是不是香狗？对，是的，香狗。别说了，人家都害羞了呢。